幾個演員裏面呢，我只有一個演員曾經拍過，十幾年前，就是顧天樂。我十幾年前拍過他的時候，他是新仔，十幾年之後他都變成影壇大哥了，他的人就亦都很幫得他，幫得是在現場的態度，好像今天看電影的地位咁投入，他會影響到其他的演員。迷城，我首先我覺得最吸引我去拍啦，係林永東好耐嘅冇拍戲嘅一個，我覺得，因為我識嘅東神，因為一直冇拍戲，佢就係想拍一部佢自己將嗰團火拍咗出嚟，咁啊係一個久違咗阿東神嘅一個，我覺得值得欣賞嘅一個作品。其實，說實話，這應該算是我第二次拍，算香港的電影，特別這一次的動作又非常的多。那其实我等于是没有经验的，那第一次能够跟这样子专业的团队合作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李孝全都算是第一次演反派啦，咁亦都系第一次拍武打片。原来我都系拍咗嘅时候先知道，因为我见佢其实都几紧张嘅，即系头一段时间出咗嚟，我觉得反而嗰孝全，我觉得其实佢几吸引嘅个角色，因为佢完全真系唔似。好似個貓仔咁樣，知我哋嗌 OK， 即係方死狗，冇人知道我哋拍戲噶嘛，好中意。Action！ 跟住佢就驚咗。呢個真係好有辦法去拍攝演員，或者利用演員嘅好優點。咁變咗呢一個係我真係好想拍啊導演林導演嘅一個原因。導演，我覺得十年前同十年後最大的分別是他真的小心了很多，即是以前他覺得其實都如果排練得夠都可以試試拍的，而家就算排練得夠他都不會讓演員去冒一個危險。跟導演合作其實一開始就是有聽很多人講，就是導演很兇啊，然後拍戲的時候很瘋狂啊，现场有很多的大量的动作啊，飞车，那一个人要控制这么多的东西，我觉得急紧张或者是凶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一个刀砍下去，有一个人哇，还流了很多的血在地上，我人就傻掉，我真的腿软在那个楼梯间。同你阿又唔知道我哋拍，即系佢知嘅，但系佢唔知道真到咁啊，因为。冇講過俾佢聽有呢啲嘢噶嘛，咁總之你入去啦，咁總之跟住走啦。嚇到咧就係腳軟，走唔喐。但係嗰個鏡頭我要掹佢走，哇！我係連推帶拱撐都要孭佢出鏡，咁就佢先肯走。導演的不同之處可能是他是真的很追求真實的東西，比我過往拍過的導演的要求更加真實。你平時是有道具手足整一把假的刀出來，可能他說不用了，用真的。你希望是最真的一面去拍出來，爆炸真的爆你，或者劈友真的劈你的場口，他都是真的用把刀去劈你，但他真的會是排得很安全的情況之下才給你去做。呢個戲咧，差唔多香港每一忽我都城市公路、魚排啊、島啊、香港啲島嗰啲，香港嗰個俾我嗰個感覺啊，我諗迷城我都盡量係捕捉嘅。
鬧市申請拍戲又比較難啲嘅，因為人多啦，即係同埋嗰個安排上都要就嗰啲時間，都係真係好困難。而家今日嗰條街咁多車咁多人係嘛？咁啊，係拍攝係有啲難度嘅。咁我都係能夠拍得到咧，我都係搬到機正出街拍噶啦。我聽過佢想拍一種好大城市但係好淒涼嘅一個感覺，即係一個大城市嘅一個小故事。就是整個香港給我感覺，它也是一個很迷的城市，對。誒，同埋但喺鬧市度嘅真實感又強啲。其實我哋好少而家真係可以係即係可能一個中環一個大街俾你拍，都真要申請好耐，同埋你又要槍戰又要飛車。咁啊比較難啲嘅，但係今次我哋都係因為呢部戲，我知個導演真係好有，佢真係好想呈現個真實感出嚟，所以佢都嘥好多時間去申請嗰個皇后像廣場一大夜晚衝咗嚟拍。咁呢個我覺得係港產片係少啲會有呢樣嘢。好多喺市區裏邊捕捉嗰個今日香港呢個城市嘅真實性。咁耐冇拍戲，出嚟拍部戲，淨係想要拍一部自己可以接受嘅電影嘅啫。即係我相信我達到咗咯。